学前。哎哎，Tony，你这个考试照我下哦。啊，可是这样不好吧？万一被老师发现怎么办？不会啦。可是这样是作弊耶。少啰嗦，你不棒是不是？我保证你明天放学哭着回家。好啦，考试中。Tony，现在考试，你在干嘛？你这张纸条是要传给谁的？我不知道。你最好现在老实跟我说，我不会生气。如果不说，就算你零分。好啦，其实是老大叫我帮他作弊。你们居然敢在段考作弊！把你们的考卷交给我，不用写了，出去罚站。Tony 跟思义在教室外。你死定了！竟然把我抖出来！你今天是不想回家了，是不是？我不要啦，我也不是故意的啊。你再多说一句，小心我打到你说不出话来哦。第二天上课，同学们，今天我们呢要进行一个小组活动，请你们5个人一组为单位分组哦。哎，大家，我跟你们说啦，我们不要跟那个廖北亚一组啦，不然等一下又被老师罚站了。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排挤同学？没有啊，老师，就有人不值得信任啊，欠排挤呀、啊。哎，你们到底是怎样啊？我到底是哪里惹到你们了吗？没有怎样啊，你就很爱去跟老师讲啊，爱讲，不会自己去跟老师一组。你们不要太过分哦。又要去跟老师打小报告，是不是？好了，全部都给我闭上嘴巴！不知道现在是上课时间吗？Tony 跟 C，你们扰乱上课秩序，都给我出去外面罚站！结果在老师错误的处理下，不仅没有解决 Tony 跟老大的作弊问题，反而埋下 Tony 日后被老大霸凌的种子。正确版。同学，打钟了，要收考卷喽。Tony，你考完试放学后来找老师一下。好，放学后，Tony，老师发现你在考试中写了这张纸条。我希望你老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事啦，老师。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故意的，但是我需要你老实跟我说，是不是思义对你做了什么事呢？你要老实跟我说，我才能够帮你哦。好，老师，其实是老大昨天放学之后，
就是胁迫我说今天的考试要帮他作弊，不然的话他就要揍我耶。那我真的很害怕，不得已才答应他的。可是我也很害怕，我现在跟老师你讲出来之后，会不会反而被他揍？原来是这样哦 ，Tony， 老师很开心你终于跟我说了实话。你放心，老师会好好处理一件事情，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只不过 ，Tony 是不是在这次考试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呢？我，对。对不起老师，我的确在这次考试的时候作弊了。好，我很高兴你有勇气承认自己犯的错，不过老师要你学习，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老师希望你跟我定下一份契约，从今往后呢，不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老师商量，另外任何理由都不可以再作弊了。老师也承诺你这次因为是初犯，所以不处罚你，并且再给你一次机会重考一次，如果之后再犯就要记大过处分。如果你也同意的话，那就请你在这张契约书上签名作为负责任的表现咯。好的老师，我知道了，谢谢你，我之后不会再犯了。老师约谈老大。思义，老师找你来最主要是希望你可以跟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呢？没有啊老师，一切都很好啊。是吗？思义，你这次考试是不是偷偷叫Tony帮你一把呢？没有啊老师，其实我都发现了，但是我希望你跟我说老实话，你必须要跟我说老实话，我才有办法帮你啊。真的没什么事的老师。另外有其他科任老师也都会跟我反映你还会欺负其他同学，我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也没什么啊老师，就只是跟同学聊天一起玩而已啊，一切都很好啊老师。思义，你知道吗，其实其他同学已经觉得不太舒服了，那你叫 Tony 考试帮你的事情呢？没有啊老师，我会欺负同学就只是希望他们能发现我在班上的存在啊，然后请 Tony 帮我作弊就只是因为我没有读书，所以就请他帮忙啊。其实你这样的行为会受到惩处，作弊会被记大过的，但是老师还是很高兴你有勇气承认自己犯的错，不过老师要你学习，你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且决定给你再一次机会重新写考卷，但是分数要打80%，并且你要签一个承诺书，然后来答应我下次不会再犯咯。哦好。老师给你。老师我知道了，谢谢。老师联络 Tony 家长。喂 Tony 妈妈你好。老师好，请问发生什么事了吗？不好意思 Tony 妈妈，今天呢 Tony 在学校的时候帮同学作弊。可是 Tony 一直都是乖孩子啊，该会做这种事情，你发生什么事了？ Tony 啊不用担心， Tony 一直以来呢成绩都很好，个性也都还蛮温和的，这次啊他是因为被同学胁迫才会发生这种行为，学校呢这边已经约谈完双方，也有对应的处理方式，
念在 Tony 是初犯，所以我们才会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新写一份考卷。希望妈妈不用太过紧张，也不用太责备 Tony， 他一直都是很优秀的学生，相信他之后也不会再犯了。好好，那我会再找机会跟 Tony 谈谈。好，再请妈妈多关心他了。谢谢老师，拜拜。拜拜。老师联络思义家长。喂，请问是思义妈妈吗？老师你好，怎么了吗？嗯，不好意思，思义妈妈，今天思义在学校呢，叫同学帮他作弊，因为他这个行为违反校规，但是因为他有主动认错，我请他重新再考一次，并且请他签下承诺书，答应我下次不会再犯了。我知道思义本性不坏，但是希望妈妈可以多关心思义最近的学习状况。哦，好的，老师，我会再多加注意思义在学校的状况。谢谢老师的帮忙跟指教，我会再多跟思义聊聊，再麻烦你了。好，不会，谢谢妈妈配合，拜拜。老师，再见。